我乃万岁爷钦定的昭定司掌印，对内执掌内廷，对外监察百官。昭定司，只手遮天，为所欲为。我就是万岁爷的眼，万岁爷的手。你说我够不够资格？6年前6月初七，王爷在京中如意想曾娶一位少女的婿女。 您这么多年忍辱负重，不就是为了给二爷报仇吗？待荣王登基，本宫就是当朝的太后，本宫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荣安皇后意在争夺京中权力，唯有同奴才联手，王爷方愿一线生机。小掌印，您逾矩了，你们能奈我何？我想请小掌印帮我救个人。 千方百计地留住我的小命，是为了笼络福王吧？要么，咱们真真正正成为自己人；要么，奴才也不怕瞒着福王，亲手送你上路。路怎么选？娘娘想清楚了再来。整个大业都是我为豺狼虎口，背负着直系的血债，我没有同意。你是不是想借昭定司的权力报仇啊？您不想做福王。 倒是想做奴才，你隐瞒朕的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呀！萧掌印，你自己就是罪证，你所求的真相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奴才这一刻心早就找不到，封上一回又如何？娘娘当真愿意与奴才同流合污，狼狈为奸？ 愿意，迫不及待呀！